起歌。哦，节节响啊，看到吗？哦，看到吗？来了吗？看看吧，今天的剔骨的这些啊，这些是稍微偏肥的啊，层次分明是吧？还有亮不亮？你们看了啊？还有这个是我们的比较瘦的这些，这些是比较瘦的啊。大家可以去我店铺内选择这个肥跟瘦的啊。好了，我们呢会每天炸一点，因为我们现在呢估计每天能发多少，我们每天就搞那170斤来替来炸，炸了第一天就发啊。想吃啊，留意我店铺吧。